五节蛎蛋，台南动物园蛎的是比一般鸡蛋大30倍的鸵鸟蛋，还开连线跟北部牧场 PK。而来台南动物园，当然不能错过动物明星长颈鹿皮皮。怎么分辨它们两只呢？最主要的就是皮皮啊，它只要一看到人，就会这样子靠过来跟你撒娇亲近。先不用羡慕，连假期间皮皮、妮妮都会跟大家近距离接触。谈到拍照，不能错过的还有另外一个动物明星白孔雀。你要怎么靠近它来拍照呢？只要慢慢的蹲下来，它其实就会慢慢的靠近。现在正是繁殖期，公孔雀开屏时间长，抖动代表它正在求偶，也是拍照好时机。除了拍美照，动物们怎么消暑也成为卖点。可爱浣熊开心享受冰块苹果水浴，泡在里头透心凉，浣熊都不肯起来，小朋友看到了可有点担心呢。不能随便玩太久，玩太久会怎样？会他们手手会抖抖。童言童语也好萌，不止浣熊来看到金刚鹦鹉洗澡秀也是好消暑，饲育员用水雾喷，鸟儿都开心展翅，水花喷到人身上也很凉。鹦鹉现在在做什么吗？洗澡，感觉好凉快。连假期间来动物园拍拍网美照，看看动物怎么玩水消暑，大朋友小朋友都开心。三选诸位大古仙，台南报道。